我们之前有一位老师专门跟我们谈怎么跟银行家打交道，他是很重要的。后来王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，就是这个我觉得做起来结合非常之好，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客户明白这个事情，就是当他就是我们是就是我们是银行家，因为自己好像感觉不能相信他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个台式机的实力太特别太夸张了，